马匹出闸。排在比赛在前面的是三号马富安龙驹，领先优势在一个马位之隔，非常的快。排在比赛第二位的是一号马沙尘暴，紧随其后。沙尘暴现在降到了第三位，第二位是五号马燕春之己，燕春之己排在第二位，领先优势在半个马位之隔。排在第四位的是四号马招财进宝，第五位的是二号马一同绝影，现在一骑绝尘的还是三号马富安龙驹，现在开始过弯了。排在比赛第二位的依然是五号马燕春之己，第三位是一号马沙尘暴，现在排在比赛第四位的是四号马招财进宝，现在开始过弯。富安龙驹是率先入弯，现在领先又是在三个马位之隔。第二位是燕春之己，领先第三名沙尘暴大概是一个马位。现在排在比赛第四位的是四号马招财进宝。现在富安龙驹的领先优势现在开始缩短到两个马位了。富安龙驹是率先驻扎，现在沙尘暴的转弯半径比较大，已经甩到了外栏。摆在旁边的是位于第三位的是五号马燕春之己，排在比赛最前面的还是富安龙驹，领先优势在两个马位之隔。现在沙尘暴开始加鞭了。距离第一名的优势已经是越来越小了，富安龙驹还是排在比赛的最前面，领先优势在两个马位。第二名是一号马沙尘暴，第三名是四号马招财进宝。招财进宝现在已经冲到了第二位，第一个冲过比赛终点是富安龙驹，第二个是沙尘暴，第三个是四号马招财进宝。